那个偷拍，对啊，偷拍。不是有一个乐园可以玩电动的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瑞拍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林盘友，我都叫他友友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淡水捷运站，那我们会带大家就是大家到捷运站附近的好吃好玩有特色的景点。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出发 ，Go！在淡水老街这边有很多有特色的街头艺人，你们都可以来帮他捧场一下，对啊，他们都很有特色哦。旁边的小火车，它有淡水站、红树林站、竹围站，还有关渡隧道，就是很有趣啊。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，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，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，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，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。